牛奶是从他这边来的哦，要不要喝？新手爸妈将刚出生的婴儿抱在怀中，讲述着可爱童书的内容和宝宝互动。研究显示，较早亲子共读的孩子，未来在各方面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。亲子共读哈，它对就是语言也好，非语言也好，其实跟 baby 跟家长之间的互动会比较好。当然 ，baby 会发出声音，问一些问题，爸爸或妈妈可以及时回答。这样的话，让宝宝的理解能力会增加，所以对宝宝的一些认知发展也会好。2019年台湾幼儿发展调查资料库建制计划研究中显示，有3岁幼儿的家庭中，超过30%没有与幼儿共读的经验。为了提升亲子共读的观念，台北慈济医院健儿门诊团队加入推广行列。就像这样子，你会也比较有趣的。这边他看到 baby， 你又跟他讲这是一个小 baby 哦，然后这样给他一些惊喜，他可能会比较专注力会多一些些话。儿科医师我们这边会建议所有的爸爸妈妈们，其实从 baby 出生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可以进行亲子共读。那当然我们希望一直持续到就是学龄前，也就是幼稚园。大脑每秒钟可以产生100万个神经突触连接，3岁以前脑部的发展可以完成80%。在语言接收与表达的过程中，神经会不断的增生与修剪。透过亲子共读，可以尽早刺激神经发展，同时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互动。脑神经的发育跟外界的刺激息息相关，而电视啊，3C 产品的一些刺激，它只有在影像方面的刺激，爸爸妈妈对小朋友讲话的一个声音、讲话的态度、眼神的交流，这全部都是小朋友好的刺激，而且也是目前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很建议、强烈在推荐的一个亲子共读。透过亲子共读的过程，从肢体接触、声音等感官刺激，促进宝宝大脑的发展，增加智慧量，帮助未来的学习与社交建立良好的基础。再看。